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生日啦！民政事务总署为要齐齐分享呢份喜悦，喺不同地区举办大型庆祝活动同生日派对。以率先开锣嘅庆祝活动有：屯门区一年两个星期六嘅下雪音乐盛会 at 屯门沙滩节2017，节目丰富，有年青及银发嘉宾嘅音乐表演，以及各式各样嘅摊位游戏同工作坊。大会更特别制作飘雪效果，等大家喺下雪下欣赏音乐，大人小朋友都乐在其中。东区嘅港岛同心大会演同样多姿多彩，有重量级嘅表演嘉宾，透过音乐及舞蹈表演喺大会演中进展演艺才华，并与台下欢乐互动。表演项目各具特色，令全场观众睇得津津有味，掌声不断。就让呢一份欢乐气氛延续下去。六月份将会有深水埗区嘅奇幻之旅九龙西，元朗区嘅元朗区花炮竞技河回归，沙田区嘅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沙田会穗落满分，以及大埔区嘅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大埔音乐艺术日。精彩嘅节目一浪接一浪，即将系7月1日举行嘅大型生日派对。中西区嘅港岛同声同气庆回归，九龙城区嘅龙腾舞动庆回归大 party，以及葵青区的电动 20A 葵青大派对，节目丰富不容错过，等着你来参加，一同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。想知更多，请向各区民政事务处查询。